就叫我们邀请圣灵在我们当中，敞开的心，我们祷告，哈利路亚。就是我们恭候你的带领，哈利路亚。我试着把心里准备你的心，来迎接我们大君王。Amen。天的爸爸不下来，德国不西比亚的大王。天父，今天我们早上完全交付在你手中，哈利路亚！你在我们当中掌权。主耶稣，我们不属于这世界，因为我们灵里有你的存在。你在我们灵里有你掌权，哈利路亚。
分享，感谢这个神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，我要更深爱你，更深爱你。Amen。 我要永远爱你，耶稣。Oh, yes, Lord, hallelujah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并不知
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低声。虽然一宿就哭泣，早晨我们的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再次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始终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。是我的最纯华语。
放弃我们天父，哈利路亚。天父爱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得以完全。我们的神是顾念着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属于这世界，因为有耶稣的灵掌在当中，完全的掌权。主完全交托我自己，哈利路亚。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。
Hallelujah,
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主我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求你看顾看顾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前后左右，我们的所有的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他们身体健康。主啊，让他们在，如果他们在疾病，他们身上如果有疾病的话，求主你的医治能力临到他们身上，让他们要得到医治。主耶稣啊，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朋友，主啊，让他们身体健康，让他们有你的看顾，有你的保守，让我们不必为他们操心。感谢耶稣，主，我们将我们的所有的家人朋友交托在你手中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感谢耶稣，我们知道耶稣必定听祷告。给接下来啊，请弟兄姐妹坐下来。我们有今天我们有家事报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手头上还有拿在那个评估表，讲之前我们给你填了一个对教会的评估，那个表格如果你还没有交的话你可以交去 next。 OK， 所以牧师讲 next 啊，这个有 next 这边看一下，有 next 00 next 一下。 OK， 所以如果你的评估表呢还没有交，请你交上来，把它投进那个后面有信箱吗？红色的信箱没有 ，OK， 没有，不用紧，你交给你交给玲玲好吗？玲玲站起来一下 ，OK， 如果你的评估表还没有交的，请交给玲玲 ，OK， 好，还有六月份的时候呢，我们星期二晚上8:30，我们会开始查经班。Okay， 我们的查经班呢是在 Zoom， 就是在你在网上的，在电脑那边，你可以在家就跟我们一起上课，好不好？给、okay， 到时候要不要参加？要。给、okay， 我们查经是很重要的哈，我们的查经是新月概论，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。可、okay， 以要参加的请举手。哎，叫什么？可以要参加的请举手，举高高。啊，我看到你呀、啊，到时候我要见到你呀、啊，在 Zoom 里面。OK， 好，再 next。OK， 我们请牧师上来。阿门，感谢主，大家平安，大家早上好。阿们，感谢主啊！你开心吗？开心。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嘞。开心。开心啊！阿们，感谢主啊！来啊，稍微跟你讲一下啦，我已经收到了整40多份的你的评估表。那对我而言，你不是在批评，你并不是在论断，因为你真心真意的，我很感动，真的很感动你们的 input 啦，都是很积极的。那我必须。让你知道你写的，哎呀，牧师你写了，你也没有跟我们，你没有去改变啊，什么东西呢？有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，有些东西不能改变的。比如说，我收到很多份，有人说我们的当中的弟兄姐妹说我们都不是一个很友善的教会，意思说走进来很冷的，没有人打招呼，没有礼貌，没有问候，没有笑脸。当然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改变的。你认为可以改变的吗？可以。两个人啊，可以改变的吗？可以。让我们成为一个 friendly judge 好吗？好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拜托你笑，跟你旁边来，我们现在马上做，马上改进，跟你旁边的人笑。不要你来啊，独来独往，你来了聚会，然后就走了，完全没有交往的。请你记住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爱心的教会。We are DHL Disciple Making Healing and Loving Church。你讲 loving， 你讲 show 你的 loving。从今天往后，你遇到人家要打招呼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谁认为可以做得到？他大声讲阿门。阿门。那么有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你说不是那些人没有礼貌啊，那些人讲过很大声，我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帮忙的，这个很个人的 ，OK。
有些人可以接受他大声，有些人不能接受大声，对吗？你要学，可能我劝你就要你要学习忍耐咯啊，因为我们都讲大家在一起，有些人讲话很大声，有些人讲话很斯文。我相信一样东西，如果我们这里的教会是蛮有圣灵充满，圣灵大大运行的话，我相信人是会改变的。可以听讲阿门吗？阿门。阿门啊！所以这个是我不能改变的，是神等神来改变的。你要变成，你要让变成像绵羊这样啊啊，讲话小声啊，你等上帝来改变他啊。还有，我要让你要提醒你一样啊，我们已经是后疫情了，很多地方是没有 SOP 的。哎，明白吗？所以、我们还是，因为我们是在教会，我们还是因为有人潮的地方，我们要小心。比如说，你唱歌的时候，你需要，你要肺活量，你可以摘下口罩来。那如果听到说你不需要讲话嘛，你就可以戴口罩。我们有一个标杆，就是我们每个进来哦，我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在量体温？我们去 make sure 你的体温正常的，你走进来。如果你是超过37度的，我会说，哎，你回家休息，你发烧，你看医生，回来再来，我们都会保护，我们要在一个很安全、很健康、很舒服的环境底下来聚会。所以你说，牧师啊，你要做 SOP 啊，椅子不要拍那么拥挤，我已经拍得很松了，你看。我放全部的椅子，就是让你们选择，你喜欢坐那里，你坐那里，你坐，你怕拥挤的，你坐，你要空的，前面还有空洞的来，啊，前面的，你怕拥挤的，可来前面，前面很松动，啊，就奇了怪啊，为什么前面不能坐啊？前面有刺是吗？所以欢迎你前面还有位置的，不要挤在后面，特别是敬拜叫你团，你们要。让上帝感觉 you are ready to serve， 你是来服侍的，所以鼓励你不要坐后面，你是坐前面等候呼召，等候来这个尽可能来坐前面啊，敬拜团来坐前面，不要躲在那边角落，你是准备好来服侍的，所以弟兄姊妹鼓励你来参加聚会，前面的可以坐哈，这个是我们要改变的，还会有很多方面改变。我总共收了，我会找一天一个 Sunday， 我们会做什么呢？我们会放 slide 出来，把你所有写的东西都放在那个 slide， 我们一起来讨论。比如说能改变的，我们一起来改变；不能改变的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。阿门。你看我们的敬拜团是多专业和很拼命的，因为大家掌声来为他感谢。是我相信啊，这个教会啊，不复兴太没有理由了，阿妹啊！我一直在祷告，一直在复兴。我看到我们祷告会啊，很复兴，我也希望我们的主日崇拜也很复兴，阿妹吗？所以我们一直祷告了，我们要祷告那个火种啊，火起来啊，我们教会就火起来了，火一般的教会了，就好像台湾有一间教会叫火把教会啊，我们不要火把教会，我们叫火什么？哎，一下比火把更大了。大火教会好一点，不要紧，我们还是不得力啊！这个是神的殿，神的家。好，哎，还有一样东西我要稍微一下，就是我们终于把这个所有的10个经文的背诵已经完成了。今天我就是要颁发这个奖项了。首先，我很感动啊！我们教会是一个很追求神话语的人，你从老到少到小。所以我是从最佳精神奖开始，我们这里有两个小朋友啊，一个是珍奇，一个是叫 Isaac 哦，他们是认识字不多的，但是他们说，一边真的我看见我女儿的每一个礼拜每天在背，每个礼拜在背，每个礼拜都哭，因为她背记不起她就哭，她很紧张，她很压力啊，小孩子有压力的人，所以他有愿意参加，他背英文的，然后 Isaac 是写，我每次改他的过很多，他是会读，但是很多人就不会写，他还是放打叉，不会写的放打叉，但是他尽力的把它完成，这两个小朋友，然后我觉得他们是最佳精神奖的，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好吧，他是真的帮助啊，真的帮助啊，然后啊，这两个小朋友呢，我就送他们圣经啊。来，我们请 Isaac 和珍奇出来。然后圣经里面呢，跟他们拍照，跟他们拍照啊。
啊，来拍照，拍照，不要紧张，给我们拍照吧。圣经里面呢，我还写了字，写了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上、行为上、爱心上、性情上、纯洁上做信徒的榜样。他们真的在这个背圣经里面做你们的榜样了，阿门吗？阿门。再次拍手给他们。然后我要告诉你啊，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第三名有两个，还有安慰奖啊。不是离相差很远的，是分数啊，很接近，很接近，我都不知道要怎样改了，要怎样给，又不能不公平哦，啊，本来是他第一名的，变成第二名了啊，把手机啊，最后一个经文，他说啊，这个是我对的，我拿去 check， 是对的，他没错的，说、so, 把手机是对的，所以我们先从安慰奖开始，安慰奖，安慰奖有凯琳和。哦，所以讲错了 ，sorry 啊。哦 ，OK。宝珠姐跟婷婷，婷婷还没有来啊，婷婷在 on the way， 我们就叫帮忙一下，师傅帮忙一下啊，叫宝珠姐出来啊，来，拍手，还会讲，另一个还会讲，等下才拍了啊。我们有两个第三名，因为分数是一模一样啊。还有庄凯琳和陈玲玲啊，都是零啊，很属零。感谢主。OK，All right， 然后第二名啊。第二名是佩珊师母，我拍就很尴尬。我们请我们教会的财政出来拍好吗？啊，财政拍一下。好，拍个照。财政不要走，还有第一名，我们请巴士金，耶，第一名。好嘞，感谢主。谢谢我们的团队啊，来啊，当你们时间的过，我们甚至很塞的东西，因为我希望你明年我们有再办这个马拉松赛，甚至我要你参与，志在参与，不是因为拿名次，这些都不是为了名次来参加的，但是因为没有人参加，马行，那么来劳作一下喽，不要紧的，我们就是为了要考验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有多少，阿门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所相信圣经，来，一二三，这是我的真理，我相信它是神的话语，这是上帝赐给我的应许，我要爱慕它，这里面有成功的方法，有亨通的原则，也有蒙福的途径，更有讨神喜悦的路，最重要的是让我明白神审判的警告，我今天预备好领受神大的恩膏的话语，叫我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相信可以讲阿们吗？来 come next， 我们很快的来到那个重点，每次发粮，每次领薪水的时候，不要只是想着计划花费和储蓄，也要请你想到贫穷的人和有需要的人，跟你讲阿们吗？救恩不是过关，是一个环境，是进入一个环境，进入一个地方，进入一个关系，是一个归宿，是救恩是你跟主联系，和他维持这一个关系，可以讲阿们吗？然后我们看到 next， 路德可以在捆中就绑好的那个麦穗里面能够拾取，更神的是呢，波阿斯就是这个大财主呢，吩咐仆人呢将捆中抽出来，故意掉在地上让他去拾取。弟兄姐妹，救恩是个过程，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留在田中，也要有亲密的关系，才能真正得到真正的救赎，跟你讲阿们吗？阿们。路德一个摩亚女子，外邦女子，在面临的人生的抉择，要不要跟他的家婆回伯利恒，还是留在原地像俄巴一样呢？但是
我们知道他最终 决定要跟他的家国拿你回家。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在伯利恒，上帝为路德预备了波阿斯来帮助他。波阿斯对他说，不要往别人的田去拾取麦穗，留在他的田得到供应和保护。可以听讲阿们吗？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讲最后一个连接篇，大家讲永远的拯救者，一二三，永远的拯救者。 My eternal Savior， 到底主怎样拯救我们呢？有三点。第一，跟着牧师说 next， 得着安稳和福分。Obtain safety and blessing， 你怎样得到安全又能得到祝福呢？路德的婆婆拿尔米对她说，女儿，我不是应当为你找个归宿使你得到幸福吗？你常常和你仆人在一起的波阿斯不是我们亲戚吗？他今天晚上在禾场播大麦，你洗个澡抹上 香水，然后穿上斗篷就下到禾场去。不过那个人还没有吃喝完毕，别让他认出来。来，我们看他去 next， 等到他躺下来，你要弄清楚他躺的地方，进去介入他的脚，然后躺下去，他就会告诉你该做什么。路德对他说，你所吩咐的我就去做。于是他下到禾场去，照着婆婆吩咐的一切去做。波阿斯吃喝完了，心里舒畅，就躺着麦堆旁边。路德悄悄地来，接入他的脚，躺卧下去。让我们一起做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，求主你打开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得到救赎，让我们知道救恩不只是在过去和现在和将来，你要救赎我们，让我明白神啊，你在我们整个救赎计划，在我的人生里面，在我的生活里面，在我生命里面有何等的意义，何等的指望。谢谢你，仆人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所以我们来看 next， 归宿啊，原文叫安息。许多人对安息啊有错误的理解，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，真正的安息是来到上帝面前。来跟牧师说，真正的安息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一二三，真正的安息来到阿们。同样的，安息日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假如安息日就是礼拜天，你来到上帝面，没有来到上帝，你就是没有什么安息啊。另外的，如果你来到教会呢，你仍然心不在焉的话呢，你一样没有什么安息日。Hello， 哇，牧师你说到我了，对不起，我要对神的话语忠心告诉你，为什么你来这里？你来这里不是打发时间，然后一个小时半都可以放工回家，不是？你就是要什么叫安息？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阿门吗？阿门。这就是我们要回想为什么要守安息日的缘故。第二节提到波大麦啊，什么是波大麦呢？现代的社会比较难明白，这是农耕社会的运作。他们在丰收的时候呢，用那个簸箕啊，将那个龙舟扬起来，靠在空中，让这个麦粒啊随风飘吹动，塞去那个谷糠的动作叫波啊，叫波波机啊啊。我们看下去 next， 哎，那你看看，赶快看，这是古代他们拿那个那个，因为你收了收割了这个米啊，本来不是白米啊，它有壳的嘛，它一定要把它养在空中，让它飞了，那个壳留下来，剩下的那个白米或者那个这个麦巴粒也是这么样一回事。OK， 我要想要去买一个的，但是我觉得买一个就讲完就没有用了，所以没有买，所以就要找图片给你看。这个就是簸箕啊，养的波大麦。OK， 来 next， 第三节和第四节，拿俄米吩咐路德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撒上香水，穿上最美丽的衣裳，今晚到禾场把自己躲起来，等到波阿斯吃饱睡足之后，去躺他的脚上。为什么要躺脚啊？等下我告诉你啊。Okay, next， 第二，跟牧师说，遵守神的必蒙福。一二三，遵守神的必蒙福。Obedient to God will be blessed. OK， 到了夜半，波阿斯惊醒起来，一翻身就看到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边。我不知道你这样感觉了。困车同样，你找个困在边啊，都唔白嘅，唔似你摸呀。
也不是你女朋友啊，有个女人住在你的脚边，就说你是谁？他回答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请用你的衣襟遮盖你的婢女啊，因为你是我的有买属权的近亲。波斯说，我的女儿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你幕后表现的爱心比起初更大，因为年轻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。我们看去 next。然后我女儿，现在你不要怕，你所说的我一定去做，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惠的女人。你看她是有见证的，她是有生命的，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好的媳妇，好的女人来的。不错，我是你那买属权的近亲，可惜还有一个有买属权的近亲比我更近，今晚你就在这里过夜，明早如果他肯买尽买属你的本分，好，就与他来例行。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，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，我一定买尽买属你的本分，你只管躺到天亮吧。我们看到去呢，为什么有人躺在他脚上一点都不知道呢？我想因为他是做了一整天的农务嘛，非常疲惫了，然后巴斯半夜醒来，不知道因为是脚麻痹啊，我 imagine 不知道是脚麻痹还是因为半夜要起来尿尿啊，总而言之啊，醒来惊见一个女人躺在他的脚上。波斯就问 next 你是谁？路德说，我是你的婢女。这里的婢女希腊英文叫 doulos， 大家讲 doulos。 很多年前有一个复印船叫 doulos， 现在没有了，他已经退休了。这就是带着复印船，带着圣经啊，带着很多的里面的传言，都是去到万国去传福音的。Doulos 就是仆人的意思，就是仆人。然后，路德说：“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啊，亲属。”那么接下去 next， 那我们必须要了解犹太人的社会，才能明白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啊。在《生命记》的25章第5节这样写着说，兄弟住在一起，他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死了之后没有留下儿子，死者的妻子就不可以出嫁外人，他的丈夫的兄弟要向他尽兄弟的本分，娶他为妻，以他和他同房。这是有律法，犹太人的社会有这个律法，就是如果这个他的兄弟死掉没有孩子呢，就是他的弟弟或者他的兄长要尽这本分来娶这个太太，娶这个媳妇，来让弟弟和或者哥哥有后代。我们看到去呢，所以今天的社会呢，丈夫死了之后啊，妻子就可以嫁给任何人了。可是3000年前的犹太社会呢，果妇只准嫁给丈夫的亲属而已，这就是弟要代替兄传宗接代的律法。 Bear in mind， 这个是犹太人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再来去 next， 作为一个年轻的果妇啊，路德要改嫁，要需要有人照顾她，这是理解的。漂亮的是，作为一个外邦女子，她听了拿俄米的劝告，遵从以色列的律法，嫁给死鬼老公的近亲啊，就是至亲亲属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路德蒙福的原因，她选择神的方法，她选择跟从这个律法来行。来做，拿俄米告诉路德，遵行神的话语，便能使你得到安身之处，并且享福。听到没有？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我不管你信主有多久啊，如果你还是走着世界的系统啊，你就得到的结果。如果你要上帝。得到上帝从上帝来的福气和蒙福，你就要走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道路，你才能够蒙福。但是我就看到，我就奇了怪，就是不明白的，就是很多基督徒虽然信仰耶稣，他还走世界的系统，所以他得不到上帝的祝福。他就说，为什么上帝没有祝福我？不是上帝没有祝福你，因为你走的是世界的系统啊。你的观念是世界的观念啊，你读的你想的都是世界的啊，你那边在那边啊，我不知道了，有时候我看到你们的心情写照啊，看到你们写的东西很世界嘞，很属实嘞。
你要蒙福，上帝的福，你就走上帝的路吧。那个是窄门，那个是窄路，我们看到去 next。 路德被波斯说，你是我至亲的亲属，至亲的亲属叫 Doel， 大家讲 Doel， 意思说就是监护或者拯救的意思。假如你是波斯，一个女人在你面前说，哦，你是我的拯救者，哦，你会不会心融掉呢？你会不会说，我不晓得？但波斯确实啊，他的心融化了。一个老伯啊，大叔啊，我看他年龄就至少有50多岁啊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而且是年轻漂亮的小美人，躺在他的脚下，哦，你是我的救赎者。You are my savior。 来，我们来看去 next 第十节和第十一节。从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圣经诠释的美。来，大家来，我要你看到圣经所形容的美是怎么样的美。美丽并不是你下了多少的化妆，如果爱惜爱擦的薄一类饼啊，贵盆啊，不先了呢，不是你花了多少时间呢、啊、在美容业里面，也不是你如何的时尚。女人的美丽在乎她遵行主的道。各位听你讲阿们啊，今天我看你漂不漂亮，上帝看你漂不漂亮，并不是因为你裹在你脸上有多少的名贵的化妆，还是你穿多少的衣服，而是因为你懂得神的话语，并且遵守神的道。 Amen 啊，神说你是最美的。 Amen， 感谢主。 So 箴言不是我讲的，箴言讲的，箴言31篇第30节，他说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 That the Bible say charm is deceptive， 这是虽然是骗人的、啊、美容、啊、是不好的。 But a woman who fear the Lord will be greatlyPraise， Amen， 感谢主。我们看去 next， 但在12节哦，来，大家跟牧师说，峰回路转，晴天霹雳，我是说，我是你的亲人没错，但是还有一个比我更亲的，他就在我前面。我是说，除了他，以利米勒还有其他的弟兄比我还要至亲，在十二。大家都投票都投给波斯，他是大好人、大善人，有担当、有责任感的男人，只是年纪有点长得很有点急。我们来去 next 啊，对，波斯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他非但在语言上不得失，在道德上、行为上、思想上和心态上都没有欠缺。他不仅在人前是这样，就算。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他也保守自己去遵守神的诫命。简单来说，波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是敬畏神的人。阿们，阿们呐，阿们。对，那许多人呢，贪一时之快，贪一时之乐，为了那么一点点的好处啊，我们就放弃对神的那一份敬畏的心。他们心想：哎呀，反正都没有人看到的啊。啊，无人知啊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反正又不是我一人去做，不是我一个人做啊，我不做，别人也是这样做嘛，对吗？不拿白不拿，对吗？何必跟自己过意不去呢？何必如此这么刻薄自己呢？这件事根本就是你情我愿的，我都没有牙签别了烟，一晃一干么的嘛，对吧？而且又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我们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就这样啊。没有走在敬畏神的道路上，我们生活上有很多这样的灰色地带啊，都在我在啦，我们光小青嘛，光小青都不艺术了哈。我们再退100步来看，不如这样，我们既然两情相悦，为了不触犯律法，我们就离开道德范围，我们一起私奔去吧，对吗？我们可以，他可以这样做嘛？到一个你我都没有认识的地方。地方生活，看到没有？许多时候我们喜欢站在灰色地带，喜欢站在黑和白的边缘，我们会找出神吩咐我们的，同时也找出神没有说的，我们就站在神没有吩咐的地方，这就是灰色地带。对不对？
我也有很多在我人生当中有很多考验或者试探，特别是女人的试探，软弱。因为我还没遇到师母之前呢，我有很多机会去认识异性，特别是单身嘛，教会有很多单身的姐妹啊，都可以接触的。我至少有两个了，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呢，一个是离了婚，然后哇跟他很投契啊，我讲一他懂二三四五六七啊，然后刚刚认识他的时候啊，哎呦啊讲一二三他都不懂我在讲什么，知道吗？说哇我看到这个是很好的，哇心可以想说话，如果这个是灰色地带，因为我是牧师，第二我是神召会牧师，我们神召会很严谨的，你要拿到准证是不容易的，不像其他宗派。如果你娶一个离婚的夫人，还是你本身是离婚的，你的来生就感动了，你不能做神召会的牧师了。我可以说，哎呀，为了爱啊，哎呀，我能知己难求啊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见证。啊，师母也知道了，我放弃这段有认识这个女孩子，她跟她很可以听得买呀，很那个，但是我还是放弃了。第二个也是这样，到了我说主啊，我相信你留给我是最好的，我感谢神呢。我学习，我宁愿进在这方面，在我的婚姻，在我的感情生活，我要敬畏神，要不然我经常都遇不到师母啊。如果我坚持，我就跟一个离过婚的夫人走在一起，可能我已经不是在神教会的体系，我可能我也不是一个牧师，我可能也不能来这里牧养。有时候选择比你努力还重要。我感谢神啊，当你敬畏神的时候啊，神都会带领你啊做对的选择。可以听见阿门吗？我只能给你做一个参考，因为这是你很个人的东西。你怎么敬畏神呢？我不能教你的，我每到去那凌晨卡头看路啊，路到底有敬畏神，有敬畏神没？因为那拜天都有，嗨哈，感谢主啊，阿罗主，你就回家，我也回家，你过你生活，我过生活。我不是二十小时能跟着你的，只有圣灵有二十小时跟着你罢了。所以，这是一个考验呐、啊。我们看下去 ，next， 我们来看下去。但波斯没有这样，他坚守神的诫命，他明知道这样会他会吃亏。但他宁愿吃亏，也不愿意违背神的命令。可以听讲阿门吗？所有的男人们，所有女人们，我希望你是这么样的人。我宁愿我吃亏，也不要亏欠神。阿门吗？有人问我，来 next， 来，我问你，我跟你们讲钱是感情吗？我讲一点钱呀吧。有人问我有关于十分之一的奉献啊，是应该是 net forfeit 的还是 gross 的，我赚了我就马上分别为生给上帝呢，还是我扣掉我的水电费了物主了，然后剩下的才给十分之一，以那边的 amount 来算给十分之一呢？我会告诉他们说，根据你对神的爱啊来给吧。有时候有人问我说，哎，不是我想给奉献十块钱呢，有时候你奉献带啊，我刚好拿五十块啊，也才找可以在里面呢、啊、找到四十块出来嘛。有人问我，你不要开玩笑啊，哈哈。啊，看到吗？耶稣曾预言说，因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渐渐冷淡。所以弟兄姐妹要站在神的权下，神的治理底下。阿门吗？两个人过来，阿门吗？阿门。来，我们看下去，来要看到，到他婆婆那里，婆婆去问，婆婆很关心我的女儿怎样了啊？路德就把他那人对他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了婆婆，又说他给我六波鸡大麦，对我说不要空手去见你婆婆。拿俄米说，我女儿，你尽管安静等候，直到你知道事情怎样了结，因为那人今天不把事情办妥，绝不歇息。一口定金量，有没有六波鸡的大麦？来，我们来看去。来，还记得第一章的时候，拿俄米说不要我，不
不要叫我拿尔米，叫我马拉，因为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。上帝不仅拯救路德，也使拿尔米的心回转。阿们啊！看吧，你可以拥有这个满足，你空空的回来，我可以再次来充满你，填满你的空虚，填满你的缺，你的欠缺。六波机代表什么？六波机代表六，代表人的数字，也就是上帝完成他创造的大功的数字，也就是完全圆满的寓意。我们来听呢。一三，我要你跟牧师说，赎回曾经所失的。这个也是我最重要的一点了、啊。我们人生有很多，每个人有过去啊，但是我们的神是让我们能够赎回曾经所失的。我曾经讲过了，我读神学被人踢出来，我在教会被人踢出来，我在社会流离浪荡七年，在这个社会七年，我好不容易才回到教会，我以为这辈子我就完了，我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当牧师的。我的底啊，我的故事很难。哎，你不认识你的牧师啊，我就是这么样一个人，我是有过去的，我的过去并不光彩，不光鲜，是很黑暗的。但是神把我带回来了，我要告诉你，神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人，不管你有多黑暗。不管有多不光彩，不管你有多不光鲜，但是神都能够扭转的一个神。那我们看到去，波斯到城门，坐在那里，波斯所说的那个卖属权的近亲刚好路过那里，波斯喂老兄过来坐一下吧，他就过去坐下来了。波斯又邀请城里的十个长老对他们说，请坐这里，他们就坐下来。他对那个有买属权的近亲说，从摩亚地回来的拿尔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。我们看现在是第四节，我想把这件事告诉你，请你在众民的长老还有在座的各位面前把它买下来吧。如果你肯买，你肯数就数，假如不肯就说出来让我知道，因为除了你当属他以外，我是第一候补。那人说我肯属，了了了，哈哈啊！你看到、啊、你依靠神啊，你敬畏神啊，你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有没有看到没有？你买什么？我是依靠神啊，上帝做我的前面啊，为我开路啊，我就头条条通罗马啊，顺顺皆归尊，不一定是这样的。啊，你看去啊，我是说你从拿尔米手中买下那块地的时候，你也取得已死的人的妻子摩亚女子路德，使已死的人的名字留在他的产业上。我们看去呢，那买属权的近亲说，我就不要属他了，他只怕损害了我的产业，你可以属他，属我当属的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属了。我们来到第四章，波斯在城门那里约了长老，约了波斯的近亲的和十个长老来谈这件事情。我们来看圣经的教导，这个是他们的诫命。对犹太人来说，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一个人死时如果没有儿子，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，如果他没有女儿，就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兄弟。然后这个是民数记二十七章第八第九节，我们来看啊，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五节说，如果你的兄弟贫穷，卖了部分的地产地业，他的至亲可以来把兄弟所卖的赎回。我们来看去啊，那人说我肯赎，波斯又再一次承受打击，晴天霹雳。这说明什么？许多人在依靠神的时候，他们以为神的待遇就一帆风顺，假如有一点点挫折，有点难处，他们就放弃依靠神了。岂不知每一个依靠神的人也是一样面对挫折和失败的，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坚持依靠神，让神带领他们走出难关。跟你讲阿们吗？我是不是我应该很多打赢很多的胜战是吗？但是我坦白的告诉你，我跟你没什么两样。我在生活中也是遇到很多的困难，也遇到很多的挫折，也遇到了失败。那些靠近我的人啊，阿明啊，包括啊他们啊，我的师母啊，他们都知道我的难处在哪里了。
我有我的困难的，我有遇到我的难处，我也要我过得关的。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，我咬紧牙关，我坚持到底，我度过那个关，关关难过，关关过，天天难过，天天过。我的胜利就是这样来的，靠着耶稣的胜，不是唱一首歌就得胜的，而是经历很多的苦难，我们坚持咬紧牙根过。不管你的婚姻也好，不管你的事业也好，不管你的人际关系也好，你真的要去咬紧牙关让它过。你过了，你就是成为依靠神的人的。可以听讲阿妹吗？将成为一个依靠神的人，完全依靠神的人，就是你坚持，你看环境这样，你也坚持，然后转世来讲，行情当派呀，把路派生意派做了，当起价啦，股都把起价啦，啊，物件物起啦，别做啦，物件物件，人家在讲的时候，我们照样的坚持，敬畏神，走神的道路，进入窄门。这就是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你跟世界的人的不同的地方，是因为你敬畏神，并且你依靠神。可以听讲阿门吗？阿门。是的，我敢挑战你。我生命当中有经历很多的苦难，经历很多的难关，我是这样走过来的。神是不会让我们丢羞愧的。在诗篇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说，上帝耶和华是让我们不会在我们敌人面前羞愧的一位神。可以听讲阿们吗？我们看到今天波斯走出他的最后一个，拿出最后王牌，所以王牌不要随便拿出来啊。波斯最后拿出了王牌，对这个知情说，哎，来，你要娶他可以，你把他娶过门啊，做你的老婆啊，让这个死的人啊，未死的人啊，在产业上啊留他的名字。那人说，如果是这样，我就不要属这块地了，我已经有老婆有孩子了，更何况这个是外邦女子啊，哎，我前提我不要，我拒绝啊。波斯就暗爽了，后谁要就刀后谁要嘛，真的是这样的。你要坚持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行神迹。阿们吗？阿们。于是波斯作为第二个至亲，就将地属回。事实上他不需要这块地，因为他已经很富有了，属地只是为了能够娶路德为合法的妻子。所以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们啊，哎哈喽，多少人还没有结婚的，来听这里，要学习波斯对爱的态度。爱不是占有，来跟牧师讲，爱不是占有，爱不是占有，爱不是仅仅收取，爱是付出，越来越小声了。爱是牺牲，爱是牺牲，爱为对方着想，爱为对方着想。Amen。将来寻找未来一半的时候呢，你看看对方有没有这些元素，才把你的感情投进去。那不如靠我把塞，你知道吗？我主持婚礼很多趟了，我每次帮的主持婚礼有一个条件的。一定要我6个月的婚前辅导 ，pre-marriage counseling。我会跟所有的 couple 来跟我找我婚前辅导。我跟你讲，把路啊，会好会的，把酒办归归，啊，买会晒表巾的，可以的嘛。如果我们 after 了6个月的这那个叫做婚前辅导。觉得你这个不是你生命中你要找的男人，不是你的，我们再短多一年再 match counseling 多一次啊，不要急着跳进去。很多人就是因为哇，我呼喊不呼，哎呀，我等我了，鬼啊熬我了，哈，是咸菜无人爱，哎呦，我紧紧跳落去。一跳落去，一平流啊！有大人就捶我，牧师啊，喂，阿妹你乖咩？牧师啊，喂，波你乖，我都惊你嘛！我个大声，个大声，我都惊你嘛！我给侬买嘛，我。所以我跟你讲啊，真的是，婚姻是一个最容易让你破碎的一碗。神爱你，神要你成为破碎。神的旨意，听好啊，听好啊，弟兄姊妹，我要听好啊。神的旨意在婚姻里面要你们成为一体，不可能成为一体，如果你还自私的。
所以你要致死你的自私，致死你的老我，婚姻生活、家庭生活，最让你死得很难看的，死到你没无存在丢，吹灭丢如白衣，哎，来，你就能够跟你的丈夫、跟你的妻子成为一体，然后你就有蒙福的婚姻，你就有蒙福的生活。跟你讲阿妹吗？真的，真的，这是一个破碎来的，你要被破碎，你才能够得到满啊。蒙福而美满的婚姻，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我研究了这么多年，阿弥，我做牧师都整20年了。我研究婚姻生活，我研究美满婚姻，这方面我要研究，花很多时间研究。第一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撒旦魔鬼今天是在攻击家庭是最严重的一个环节。魔鬼那是也多的给电多给婚姻多给的 manage 来面啊，破坏啊！如果你要都撩人的，你要了。如果你的婚姻完蛋，你离婚，你讲什么爱？你讲什么圣洁？你讲什么饶恕？你讲那个圣灵果子啊，所有的九样果子都没有了。你讲的那个爱啊，爱是恨救人啊，悠悠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争不狂不张狂。不做害羞的事，就全部都没有了，在你身上没有了，你没有见证。所以魔鬼最厉害的、最喜欢的就是在你家庭、在你婚姻来搞破坏。那么我就花很多时间在研究这个婚姻。我真的是花时间，因为我要帮助弟兄姐妹，只要他的家庭坚强起来，他们婚姻美满起来，他们就有能力，而且做见证，而且能够打破魔鬼的诡计，而且能够荣耀主的名。跟你讲阿妹们，可以拍手给耶稣吗？弟兄姐妹，不要开玩笑，我看中你的婚姻，我看中你的家庭，我常常为你的家庭来祷告，我常常为你的婚姻祷告，还有你的后代。如果你的后代不虔诚，你们鸟了，你所做的东西也没有了。你能哇这边啊爱主啊感谢主，可是你的孩子全部下地狱，这也不是我想要看到的东西。所以作为你的牧师，我常常为你的家庭和你的后代来祷告，我希望你们成为虔诚的榜样，能够影响整个社区。如果你生命没有翻转，你家庭没有翻转，你婚姻没有翻转，你根本不能影响，因为跟别人没什么两样。人家离婚你跟着离婚，人家打老婆你跟着打老婆，人家婚姻那不美满，你跟着婚姻，你跟世界没什么两样。你要信起来，你要成为得胜的榜样。给听讲阿妹吗？我们看去 next。路德记是一个美丽的结局。瓜斯娶了路德为妻，生了俄贝德。俄贝德的字义叫做妇人，不再是病了。还记得他的之前的两个儿子叫病，叫洛马六，啊，马连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？啊，你记下来。那儿女不再苦读了，因他可以拥抱，他可以抱孙了，他的家族有后代了，他家后续有人。上帝借着那儿女的一个遭遇，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。那儿女成了神使用的器皿，来成就神的旨意。可以听讲阿们啊。Next， 路德金提醒我们，这一辈子当中，我们身上有发生了不少不光鲜的事情。但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，上帝是一个扭转乾坤的神，无论多少的失败，只要我们愿意，上帝都可以扭转。阿们啊。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值得提起的，一些我们认为不光彩的事情，我们多希望我们从来没有去做过这些事情。我要告诉你，上帝比我们的过失还要大。 next，他是我们的拯救者，他必救我们脱离过去的失败。过去的失败不等于继续的失败，可以听见阿门吗？再一次，过去的失败不等于继续的失败，阿门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整本路德记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，该有这态度是什么？救恩不是一下子的事情，救恩是我们一辈子去完成的事情。保罗说 ：“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。”当以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。阿门啊！阿门。麦克帮侬拉到几个时候谁啊？我等着上天堂，这是一辈子的事情。
因为你得救之后，我们有一个叫过程叫做成圣 sanctification， 我们必须要成为圣徒。我们已经是圣徒了，可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每一天还活在肉体里面，我们还会犯罪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载这成圣的过程当中，成为命定的。我们身份是圣徒，我们也要成为命定的圣徒。可以听见阿们吗？来，我们来看下去。最后，路德不选择康庄大道，而选择窄门窄路，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重组，到最后得以进入安息，与他永远与主永远联合。我们的一生也要接力进入神的安息，阿们吗？不要停留在刚刚得救啊！有的人呢，很奇怪的，告诉你，在灵里面啊，灵界里面啊，在属灵里面呢、啊，我看到很多穿蓝边的人来教会的，啊，虽然他是外表啊每个礼拜，可是他们还是穿着蓝边的，不长大的，三十年信主那一年到今天还是穿着蓝边，还是来到教会，牧师没跟我 say， 牧师没有跟我笑，我下个礼拜不来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啦，我知道你们都很成熟，我讲不了了，没有。是，我们要成长，我们要长大，我们要不要停留在得救的那一天，而要成长，成长。我的 slogan 啊，我的名言很简单吧？我跟重组也没有什么技巧，跟每天进步1%，100天就进步100%，可以听见阿门吗？阿门。不难的，弟兄姐妹。你只要每天追求主哦，让我今天进步1%就好了。我还是很肮脏，我还是很这个不要紧，但是我进步1%可以吗？明天我再进步1%可以吗？明天我再爱多你1%可以吗？明天我再对你追求你多1%可以吗？阿门吗？这就是成圣的过程了，阿门吗？阿门。我们来看下去，耶稣说的，耶稣不希望你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。耶稣希望你是他的好朋友，主正在寻找他的好朋友，不是我讲的。约翰福音15:14告诉我们说，你若遵循我的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John 15:14 tell us, you are my friend if you do what I command you. 耶稣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。今天早上我想问你，你是耶稣的好朋友吗？是。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哈利路亚。能回应神，哈利路亚。多罗布古西基亚加拉巴巴巴，好吧。如果你们今天早上你说耶稣是你的好朋友，我们已经来回应，我们做好朋友应该做的事情，我们来回应这篇道，我们来回应来唱一首歌来回应神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加拉巴巴修布罗布古古，耶稣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不是远远的赞助，而是亲密的。亲密的，我什么心思意念，我什么我的心情，我都告诉你。阿们，阿们。你是我心所渴慕。阿们，唱给耶稣听。你是我心所爱。在我生命中，只有你是我所爱。我要跟他有连结，我要跟他有本业，你走出来，你走出来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有连结。
Thank you.
祷你。祈求，阿门。